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大智教区的大智先生，今天来介绍前阵子介绍那个小鸡肝都还不错，就是之前有很多影片都有介绍，介绍了蛮多只的。今天我们再来介绍这个寸针的雕虫小技，我介绍的小鸡肝几乎都是泛用型，就是说你要什么状况之下都可以用。那雕虫小技这个倒是自己本人卖蛮多的，其实好卖，因为它的原因就是说，第一它的肝子是属于比较硬的那一种，然后而且那个珠子是大孔的。大孔珠的泛用型就是说，你投也可以投比较远，收线也好收。然后，你如果说钓组上面有些太空豆布挡，你也不用拆下来，可以直接通过，就把它收进去你的卷烟器里面。那我们拿出来看，那这个部分店面有现货的，六号的、九尺的跟六号的十尺都有现货。那它的售价在这边，六号。九尺的定价是1800哦，我卖的价钱是特价1700，然后这个六号的十尺的是1900，我卖的特价是1800，我卖的售价当然不是最贵的，有人1800卖1800也是有啊，可是我也不是卖便最便宜的，可是跟我买有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如果你钓鱼啊有什么问题啊，你都可以传来问我，那如果你有。你用打字的以前太麻烦，我们可以约时间开启 VIP 服务。VIP 服务就是说用赖的视讯一对一真人教学，就是你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直接当面问我，你外县市的朋友，我们有提供降职的知识服务。当然，如果你是高雄县市的朋友，你可以欢迎来店里面直接问我。那我们这个杆子我们就抽出来看看，这个寸针的这个雕虫小技，我们抽这个。十尺的比较长的出来看好了，雕虫小技呢，它就是一个卷线器做是一个轮座永射，各位看见它的食品就是长这样子，整体感啊，整体感就是这样子，长得还不错哦，你这颜值挺好的，然后它敷一个有穿线的这个帽子，穿线的帽子，那它的珠子呢，大孔珠。大孔珠，大孔珠。那我们把它抽出来，然后它下面的这个颜色是怎样呢？你不要动，我来移。这个我们摄影师在拍我们这个影片都是一镜到底的那这个轮座永射，各位可以看见它这里是一个三角形人体工学很好用。然后下面是一个这个一体成型的这个柄。挺漂亮的。然后它这个长度十尺的长度十尺的长度，我们来量量看实际的长度90公分而已，其实真的是不长90公分。然后抽出来的感觉，大孔珠有一个好处就是，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买一个泛用型的，我真的非常推荐各位买这种大孔珠的。大孔珠就是说你要钓浮标 OK， 钓沉底 OK， 海钓场 OK， 乌溜池 OK， 什么东西都 OK 各位可以看见它整体感是这样子，整体感是这样，非常好长得蛮可爱的，很袖珍。然后我们给它钓个2000-2000看看它的弧度，它的弧度你就可以想象你要不钓性是不是这样子。如果你真的搞不清楚它的钓性，你可以把你的钓竿钓个2000-2000，比较一下两只的弧度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只钓竿有没有比你现在的钓竿还要硬的。好，来钓2000-2000，来2000-2000钓起来是这样子，毫无压力，毫无压力，腰身够硬，腰身够硬，毫无压力，一点压力也没有，一点压力也没有。各位可以看见它这个腰身是蛮有力的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把2000-2000拿下来，那这个钓竿如果要寄的话呢，就只能寄这个邮局，这个运费是100块钱，运费是100块钱。那要怎么买呢？你们可以加我的 LINE ID 搜寻加我的 LINE ID 搜寻，来我们 LINE 在这边
只要我们的 LINE ID 搜寻，哦 ，ID 搜寻09802176926，09802176926，好，你叮咚他，回复你的是大智先生，我本人亲自为你服务，亲自为你服务，好，然后那个旁边也有那个脸书的粉丝团，高雄大智教区可以搜寻一下，也可以加，然后你也可以去 YouTube 打高雄大智教区，高雄大智教区，哦，也有那个很多影片可以看。这样子，那这个如果要寄邮局的话，运费100块，要麻烦各位先汇款一下，就会帮你出货了，就会帮你出货了。外县市的朋友，如果你有跟我买卷烟器或者是钓竿，好，你需要不知道钓鱼怎么钓，潮水怎么钓都不会都没有关系哦，都没有关系。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知识服务开启赖视讯一对一教学，一对一教学。整体感在这样子，也有别支的可以看，可以到我 YouTube 看，有很多介绍。好，谢谢各位，今天就介绍在这里了，拜拜。